a star. Yes. 你说这帅不帅？我就是这宇宙的一粒尘土。然后开始产生温度。你就是一座星星的花园，遥远的星团一片片花瓣，于是生命从此被我们占有。明媚的光线的精灵。Really inspired by. Ended up being 28 people.The most vocalists they've ever had in a Disney song. 近日，卡布勒男团集体营业了。11月23日，由周深演唱的迪士尼动画电影《星月》新歌《I'm a Star》MV 短片发布。这是继《达拉崩吧》四大名著后又一王炸作品。歌曲一经发行就深受广大歌迷粉丝喜爱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几乎每个听完这首歌的人都会被周深的演唱震惊到。在歌曲中一共出现了28种声音，原曲是由28个人参与演唱的，而周深演唱的中文版所有人声演绎都是由他一人完成。周深可以演绎多种声音，先有达拉崩吧一人分饰5个角色，后有他在 B 站跨年演唱会唱的四大名著连连看，一人演绎多种声音。驮着唐三藏，跟着仨徒弟，西天取经上大路，一走就是几万里。但没想到他能演绎28种声音，这也难怪让一众歌迷粉丝直呼不是人唱的。如果单单从歌曲来看，只是演绎一种声音，其实任谁都可以完成演唱。但是要是一个人演绎28种声音，除了周深，相信没人能做到。周深从出道至今已经9年时间了，很多人认识他都是通过他的《大鱼》，但他真正大火是2019年参加歌手当打之年。他当初以一首《达拉崩吧》惊艳无数人，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宝藏男孩。自他大火后，可以说资源不断，更是成为了近几年娱乐圈劳模。每年演唱的歌曲几乎都是上百了的，每一首歌曲里都是不一样的他。他真的每次都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，每次都总是会被他惊艳到。在歌中，周深也是那颗星，用歌声为我们带来无数的感动与希望。他的歌声也总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周深，你们好吗？咱们音乐节我来喽！刚才有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，穿的全身黑衣服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好像又在上面又比心又蹦蹦跳跳。我想反正不是周深，应该是周可可吧。我姓周，风雨同舟，不到巅峰不罢休。我姓周，春夏冬秋，万里山河脚下收。我姓周，越过山丘，展翅翱翔的海鸥。我姓周，高枕无忧，恩与怨我一笔勾。周扬名天下闻，周只为你沉沦。周岁月留下痕，周不败的真神。周与你风雨共，周万人载歌颂。周一直用行动，周为人中龙凤。22日终于迎来生生不息的开录。据现场观众爆料，周深上来就和何老师进行了拥抱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自己非常紧张。但是唱得真的好听，节目组还是比较用心的。在周深的 VCR 里竟然有卡布在 YY 直播时的聊天页面，想必也是从小破站上扒下来的。在 VCR 中，周深被叫深宝，还在左上角贴上了宝你个头的表情，这就很周深了。还有一个在同一界面的对比视频，左边是好声音时的周深，右边是太湖湾音乐节时的周深。
两者的对比很直接地显示了周深的变化，还是很感动的。下半场周深和何老师一起很是活泼，两人像是在说笑声，欢声笑语不断。何老师说，一想到生生不息全程都能听到深深唱歌就好幸福啊，还提到了周深很多的作品，比如春晚上的灯火里的中国、花开忘忧等等。据悉这一季生生不息将在12月2日进行首播，大家期待吗？录歌，然后唱歌。